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谈如何提升和净化爱。我们都知道，佛教的三藏十二部经虽然有无量的法门、无数的教义，但却都是以慈悲为根本。慈悲的真正意义呢，就是净化升华的爱，也是不求回报的布施和奉献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在佛经里边讲爱啊，有好多层次的。有的是呢，是有漏的，有我的爱；有的呢是清净的，无漏的，无我的爱。在西方人呢，这个爱啊，也有分成两种的，一个是呢，人与人之间的情爱，另外一种呢，就是神呢爱世人的爱。在我们人间呢的爱啊，有漏的爱，也就是有我的爱，也有层次。那同情也算是爱，贪作也算是爱，占有也是爱，奉献也是爱。曾经有我一个弟子在跟我讲，他说爱呢是啊牺牲自己奉献他人。我说对，他可是他说我的丈夫啊爱我啊，并不是奉献他自己，要我奉献他，所以我的丈夫他不爱我，我想我也不要爱他。哎，我说男女的爱就是彼此互相的占有，哎，你占有他，他占有你，在你分不开他，他分不开你，只是夫妻啊永远呢，你牵着我，我牵着你，这种叫做情爱啊。所以男女的爱，你要叫他绝对的奉献的，无条件的奉献的，这已经不是男女的爱喽，这是哲学家的爱，这不是男女的爱情的爱呀。所以同情心的爱，要可怜呢，这个他人或者是可怜众生，爱护动物。这个是同情心，还有就是爱护动物，有的对家畜的爱护，并不一定是同情心呢，它是一种啊，要支配的爱。是啊，这个把它当财产来看的爱，是自私的，不是真正的爱。我想，我常常讲，我说人养猪的爱，跟人养狗的爱。这个两份的爱呀、啊、是不大一样的。养狗呢，狗能够让人呢得到欢喜，得到安慰；猪呢是让人能够有肉吃，能够啊能够卖钱。人对于狗的爱，往往啊有时候有相当于人对人的爱。这里边呢有同情在里头，也有占有在里头，也有一种啊寄托的在里头。这是都是自我中心的一种爱啊。如果男女的爱要变成了那么圣洁的、那么纯洁的，说完全是奉献的，有没有这样的啊？是啊，有吗？我想不在这个世界上。慈悲是什么意思？慈悲是啊，也有两个层次，一个是单向的付出、关怀。奉献、布施、救济，这是慈悲的单向的啊。一个呢是绝对的，没有什么你我的，而是啊是一种就是说无条件的。因此在佛法里边讲慈悲啊，有生缘慈、法缘慈、无缘慈啊。生缘慈是有对象的。法缘慈啊，有这样事实的；
无缘慈啊，做了慈悲的工作而等于没有做，说自己心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那是平等的彻底的慈悲。有对象的慈悲，那就是说这是由亲疏厚薄的慈悲，这个跟人间的所谓的爱啊，一种亲近的爱啊，有一点相近，因为他是要付出，并没有想要回收，可是呢他又亲疏厚薄，对他的子女多一点爱，对他父母多一点爱，对他的亲人呢多一点爱，对他的朋友这个谈得来的人呢多一点爱，那对于不相关的呢他没有想要付出。法缘慈呢，就是说他的心愿呢想要帮助人，这是爱一切众生，但是心中有众生的哦，有众生的平等的，有众生，有众生在他的面前，他要布施一切众生，而是呢是平等的布施，没有说哪一个要给哪一个不给，我有一块钱我要布施，任何一个众生来我就是给他了。所以这个慈悲很难呢，真正的没有条件的慈悲，这是大菩萨。我们普通的人呢只能够练习做，尽量的付出，尽量的协助人，尽量的关怀人，不要再想到回馈，不要想到我对他好希望他对我好，我做了好事希望我也能够得到好报，不做这种想法。这个常常提起这样子的念头的话，我们做善事做慈善产生慈悲心，不会退道心，不会退失信心，因为我根本没有追求，没有期待，所以凡是有企图有期待的这个慈悲，它这个是有问题的。没有企图没有期待的慈悲，这是最亲近的最好的慈悲，那才是叫慈悲，而不是爱。爱呀，佛法里边讲的爱也有讲，就是慈悲就是爱，爱就是慈悲，也有这样的。佛是不是爱众生？有，也有地方讲佛爱众生，这个爱就是慈悲，这是无限的慈悲，没有条件的慈悲，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。但是不要自己把自己标得那么高，自己还是普通的凡夫，那不要太多的占有就好，不要太多的企图就好，不要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啊，这个埋怨就好，那就是已经是减少自己的烦恼，减少自己的痛苦，而帮助人，这是没有条件的。